影响到别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又有民众目击特斯拉驾驶开启了自驾功能，但双手放开方向盘在睡觉。地点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道上，被民众拍下这个驾驶竟然是仰躺的，直接躺在座椅上呼呼大睡。网友看了这样的画面痛批，根本是拿生命安全来开玩笑。特斯拉沿路行驶，隔壁驾驶不禁一转头往车里一瞧，不看还好，一看简直吓坏。男子后仰躺在驾驶座，手也放在头枕，整个人睡得好香甜，就这样任由自驾。我还是认为不安全，车子有时候会故障啊，或者什么，这不能完全相信车子啊。有点扯，当然很危险啊，这么信任特斯拉还开到睡觉，这没几个敢这样子啊。地点就在国道一号圆山路段，开着特斯拉的男子疑似精神不济，开启自驾倒头大睡。影片po网，网友跟着傻眼，不但直呼真敢把生命交给车子，还说是拿生命开玩笑，甚至有人无奈调侃睡醒就到地府。男子危险驾车行为已经违规，警方要开罚。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3条，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，通知车主到案说明，并依违规情节自当举发。根据《道交条例》，最高可罚36000元，并吊扣牌照6个月。事实上，特斯拉有配重装置，就算自动驾驶也必须手握方向盘。男子疑似偷吃布，才骗过车子。网络有在卖那个圆圆的东西啊，可以扣在这里啊，他就以为是手啊，主要是骗车子。特斯拉自驾酿祸，时有所闻，这回又被人目击驾驶手放开任由自驾。科技带给人方便，却总有人当随便。记者梁家伟、林昭贤台北采访报道。